我相信这个标题应该可以骗很多人进来，就哪一国护照最好用，台湾又排第几名，那可能更多人会觉得中国大陆又排在哪里，跟他们比的话。好了 ，Anyway， 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新这个列出来的一个，这算是蛮新的一个报道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Passport for 2023， 所以2023年最 powerful 的 passport 是哪几个国家的呢？好，来我们看一下下哈。那其实我很想直接把台湾的部分就直接讲给你听，你剩下不想看，我不阻止你，你可以关掉了。台湾排在。不要讲排第几名，台湾可以不用签证就去的国家有110个。OK? So Taiwanese citizens can travel visa free, 也就是不需要那个签证 ,visa free to 110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we are ranked 73rd. 所以台湾排的就是第73名。OK? 这是2023年7月排出来，也就是刚那个报道里面讲的。好，那中国大陆呢，所以马上也看一下 70， 那他讲的 destination 就是目的地，就 China passport holders enjoy visa free access to 70 destinations worldwide， 所以中国大陆还真的是排在我们后面后蛮多的，就是好，所以或许这是一个很臭屁可以拿来说嘴的事情，但我们就来看看世界的前几名是哪些国家好了，那他们又能够到多少国家去呢？所以他的开头第一个说的是 The jiggling and jostling atop the global passport rankings for 2023 just got a little more interesting. 所以他的主词动词就是动词就是这个东西啊，变得又更有趣一点了。So something just got a little more interesting. What? 所以就是在这个各国护照在那边好排名的那个挤来挤去的状况就又更有趣了。那个挤来挤去的状况他用的词叫做 The jiggling and jostling。所以 jiggle 这个字就是去扭动、转动，像你在拿一个钥匙在开门的时候，你是不是转进、插进去，然后转动钥匙，那个就叫 jiggle。OK， 所以他们在这个好山顶上挤来挤去，要把别的国家挤下去，都要 jiggling， 在那边挤、转来挤来挤去。那这个 jostle 也是有点像，就推挤的意思。jostle， 你看以前有一个那个有一个搞笑的那种类似运动比赛的一个。叫做美国那个 American Gladiators， American Gladiators， 我把它打出来哈。Gladiator 翻译成就中文叫角斗士，就是以前那个罗马竞技场的角斗士 ，Gladiators。OK， 那他们就找了一大堆那个身强力壮的一些人，然后把让他们穿上那个很 fancy 的，就是很反映出美国颜色的一些衣服。然后就让他们去跟一般平民老百姓比赛，然后设立很多比赛项目，然后你可能赢了他们就可以赢奖金之类的。那里面就有一个，就是他们拿了大大的两根棍子，然后在平台上面打打打，把人家打到推挤到平台底下，所以那个项目就叫做 jostling， 就是这一个字。OK， 所以有时候记单字都是凭一些记忆在记的，所以这个想到这个字就想到 American Gladiator 这个竞争项目。所以就是把人家推挤下去。好，所以总之这 The jiggling and jostling atop the global passport ranking， 好 OK 了。那本来呢的维持了五年都是日本第一名。So for five long years, Japan has been sitting pretty in the number one position in 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所以这是一个欧洲的组织叫做 Henley Passport Index， 他们去排出来的。所以日本一直以来其实都是 number one。那他这边讲到了大概几个国家，目前都还没讲，所以没关系，我们先看在下一段。但是到今年夏天，好，就是2023年的 July 这个时候 ，Japan has been knocked down into third place， 日本竟然被挤到第三名了。And the new title holder is Singapore， 啊、哦，所以新加坡的护照在全世界来说是可以去的是最多的。So whose citizens are able to visit。193 destinations out of 227 around the world visa free. 所以在世界的227个国家里 ,227, 他们竟然能够去 193, 然后是不用 visa 的。很酷齁、哦。OK, 我们刚是多少，我们才110，输人家80几。好，然后呢下面也讲一些其他的国家。While Asia has long dominated the top of the leaderboard in the index created by London-based, 好了，这个大家不用看。那这边说的是 Germany
Italy and Spain have all moved up into second place. 所以德国、意大利跟西班牙三个国家进了第二名。所以新加坡，然后接下来三个国家第二名。So they have visa-free access to 190 destinations. 所以他这里常常用 destination 来取代掉就是 countries， 他们把它讲成190个目的地。这样子 ，While Japan and South Korea are joined in the third, in the number three slot in Australia， 对不起 ，by Australia, Finland and France， 还没讲完，对不起 ，Austria， 我还讲错字 ，Austria, Finland, France, Luxembourg and Sweden， 所以第三名好多个国家哦，现在看起来哈，所以日本跟 South Korea， 所以日本跟南韩，哇，你看我们输这两个国家输很多呢，他们都是第三名 ，So Japan and South Korea are joined。In the number three slot， 所以他们被参加了，在这个第三名，被谁参加了呢？被后面另外这几个国家，所以这些全部加起来，通通是第三名。So Japan, South Korea, Austria 是那个奥地利 ，Finland 应该 OK， 芬兰 ，France 法国 ，Luxembourg 卢森堡 ，and Sweden 以及最后的瑞士，这样子，很了不起耶，我觉得。然后呢，他们可以去189个国家呀、yeah, 所以只差一个第二名190然后少一个就是第三名就189 Oh my god 好那再往下看那还有其他国家我觉得我们就把他的这个名单直接看完一下就好了我觉得蛮厉害的是这个 UAE 就是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好他们在从2013年开始竟然增加了107个 ，so the UAE has added an impressive 107 destinations to its visa-free score since 2013. 所以在十年里，他们加了107个国家，这实在太屌了。OK， 那我们真的也该好好加油。所以如果今天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个这个排名的话，前十名的话，大概就是这个这样子看起来。所以刚刚看到的 Singapore 192 ，Germany、Italy、Spain 190。Austria, Finland, France, Japan, Luxembourg, South Korea, and Sweden, 189. 接下来是 Denmark, Ireland, Netherlands, UK. 所以这个 UK, 荷兰啦、爱尔兰啦、丹麦啦、UK 总共188个。所以事实上前面这几个国家没有差太多啦，就输一个就可以掉一个排名了，蛮惨的哦。然后接下来再减一187个 ，Belgium, Czech Republic。Malta，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国家。New Zealand、Norway、Portugal、Switzerland， 所以这是187个，然后再一路下来。像我曾经住过的加拿大185也算是非常多的。其实输第一名只输七个国家而已，你还想怎样啊？Right？ 说 Canada 跟 Greece， 希腊这个破产的国家，都还可以去185个国家 visa free。好，那排到第十名 ，Iceland、Estonia 182个，所以台湾刚排到七十几名去。我们可以去110个 ，That's not too bad actually。我觉得其实也不差了，真的是。但我们还可以加油加油的空间。好，所以这一集大概做到这里就可以了。其实好像没讲什么英文 ，But I hope you enjoyed it。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